嗨，小蔡。嗨。我们现在买在家乐福买这个。欸，各位，你知道我买这个干嘛吗？哦，买牛肉，还有买虾仁，因为我们那个昨天的那个臭豆披萨，我要救它，因为真的是没人要吃，可以喊 Dennis 来加几句的造谣，所以带回去我们要买这个，回去待会变化一下。跳 cheese， 撒上这个应该很好吃哦。哦，这个好哦。它的比的。鲜虾、海鲜、干贝，然后再加 cheese。不错吧？对。变化一下。我的，这乐福其实 cheese 还蛮多的哦。非常的多哦，对啊，超多的啦，各位。可以买这种小包的就好。好，买这个好了。小包一点，对我拿好。OK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好，我们去结账。结账哈。各位，我们去结账。1023元。那你帮我把钱包扣完，我再。好，那这边先帮你付1004元哦。好。啊，各位买好了。我们回家解救一下我们家的披萨吧。对，我们去救披萨吧。救。那个连 Dennis 就咬一口就跑掉了的臭豆腐披萨。最惨的，就是最惨。披萨一般都是不管怎么样都一定会有人吃啊。对。但是那个臭豆腐的披萨，它的口味就是太奇特了。对啊。所以大家都接受不了。嗯。所以我们只好改造它了。改造它。对，我们就是用那个臭豆腐的那个披萨的口味去改造它。各位，买回来了。嗯，到家了。哦。这个就是刚刚买的，在家乐福买的那个虾仁。对，我们待会我要把它炒一炒。对，哎呀，然后跟那个冰箱里的那个披萨，来把它处理一下，大改造。嗯，大改造。啊，各位，这个就是那天的臭豆腐。昨天晚上。对，昨天晚上的臭豆腐披萨，这个实在是。滞销的披萨。对啊，我弄不来不及啊。这个想出这个臭豆腐披萨的人也是蛮有噱头的啦，但是真的是不合口味。那我们这里还有哦，生食级的干贝，只要有它什么都好吃的。哦，这两个来救救它，对，加上起司的话，应该就它就得救了吧？对。那还有这包刚刚买的起司，起司吃。好，来，我们把这个全部都刮下来。它上面有一点臭豆腐的酱哎。嗯，没关系，把它刮起来。饼皮有点臭哎。臭豆腐。Dennis， 你要吃臭豆腐披萨吗？不要，不要。昨天你咬下去的感觉是怎样？味道不搭。味道不搭哈。哎，各位你看。小朋友，连小朋友都不爱。对，小朋友都不爱、啊，不挑嘴的小孩都不爱、啊。哦，这很硬哎、欸。对，我们先用两个来试试好了。哦，不要用全部你。其他我要做其他口味的。哦，做其他口味好。弟弟，你要吃一片吗？对。哦，改造的。那我们做三个。好，做三个。做三个，留三个。
好，我们再来就把这三个，改造这三片，对，改造这三片。好，好，各位，哦，生食级的北海道干贝，嗯，那这一锅要做什么？这一锅来炒鲜虾，炒鲜虾，对，看一下这两个。这蒜头要炒虾的。嗯，这蒜头炒虾的。哦，干贝翻一下。各位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起锅。哦，看这个干贝这样哈，这样就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是生食级的，它当然还要烤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铺上去。好。哎呀，那这三个字，这干贝啃起差不多无味呢。无味啊！哈哈哈！真的呢。还有虾子哎。虾仁呢？还有刚才的虾仁。好，我们就先这样泼上去好了，就这样下去。蒜味虾仁。嗯。我们来对付那个邪恶的臭豆腐披萨。那我本来还想放培根。这样应该不用了。我看培根不要放了，也没位置放了。嗯。哇，还有蒜头，各位。好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刚刚买的马扎瑞亚起司，然后就上去了。这样可以了吧？把它铺满。撒满撒好。哎，各位觉得这样会成功吗？不知道，大概会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就把它送进去烤箱了，嗯，重新烤一次。那现在要放烤箱了吗？好，走。走。烤箱刚刚已经预热了。哇。进去了。希望它会好吃。好，那我们待会见。待会见。好。看一下，哦，这样行了吗？还是还要再烤？哦，好像不错耶，真不错哈。哎，各位，这样应该可以吃了吧？我们再上个黑胡椒吗？哦，刚刚不错哦，那拿出来再上就好。好 ，OK， 好，出来了。哦，小菜来，那你用我的手拿。嗯，来我来撒。哎，撒一点。哇哦。行了。各位，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很棒？我觉得还不错哎，不过它现在超烫的。对，这个生干贝，还有炒过的鲜虾，本来还要放培根呢，但是没办法了，塞不下了。哎呀，对啊。应该是可以哦。哦，应该是很可以哦。应该很可以哈。啊，待会要把它撕开了吗？小菜拉起来。它应该很烫哦。很烫哦。嗯。哦。
哦，太烫了，太烫了，没办法。我们待会让它凉一下。对，很烫，等它一下。啊，等它一下。好，各位，我来了。五、哦，五、哦，五、哦，烫，五、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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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。呀，三内斯的生死干杯！有，大家觉得改造会成功吗？我觉得应该会。哦，还有蒜味鲜虾，烫哦！还有臭豆腐的味道吗？没有感觉，没有味道，因为被我的蒜味。蒜味压过去了，对，压过去了。哦，哎，那很好哎。嗯，哦，黑胡椒，对，有黑胡椒蒜味。你的干贝海鲜披萨，你的干贝上面还有汁哎。干贝这样。你在抖的时候上面还有汁，有汁哈、哦，这样。哎，它应该很烫哦。哦，哦，我们的改造如何？我感觉可以耶，哦、可以，可以哈，很可以，很可以啊。虽然它有那么一点点的臭豆腐味道，但是我马上已经压过去了。对，马上被蒜味，而且它那个干贝的甜味给盖过了，盖过去了。哇，所以这个原本的臭豆腐披萨变那个鲜虾干贝披萨，对，大成功。哦，成功成功，救援成功，救援成功。这里还有两块，一块是 Dennis 的，一块是小菜的。喂，各位，嘿，臭豆腐披萨吼，你也无做耐力的吼，还是做尝鲜的，就是挑战地狱的那种可能性，你尽量不要尝试。尽量不要尝试。对，要不然如果说万一尝试了，你就跟我们一样，紧急救援。因为那个实在是太奇怪了。对啊。那个口味真的太奇特了，嗯，超棒的，好，超棒，小菜也一起吃吧，好，哦，开始了，小菜，嗯 ，Dennis 要，哦，烫哈，没办法吃烫，我可以，哦，看看，哦，这种披萨我可以。满满的海鲜料，海鲜料，而且是吐出来的一整颗的，哦，掉下来的是蒜头，哦，蒜头，各位，嗯，很好吃，哎、欸，救援成功，加蒜头真是加对了，对，各位，你如果说要压过这个臭豆腐披萨的原来味道，你用蒜头就对了，嗯，而且要像你这样就是。只有把它拍开，不要切细碎。对对对，不要切细碎，你要拍开。非常好吃。非常好吃哈、嗯。啊，太棒，救援成功。好，各位，那今天，哎，各位，那今天这个算救援成功了。成功了。哎，那个臭豆腐披萨不要乱吃。好，那就这样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了。下次影片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嗯。